国出现了一个庞大的王朝，隋朝。八年后，他统一了南北，结束了自西晋王朝崩溃后273年长期分裂的局面。又过了19年，隋�朝人口骤增1/3，号称兵甲强锐，富有四海。公元614年，隋朝第二代皇帝隋炀帝带着群臣、嫔妃、禁卫，离开隋朝奠基之地西京长安，前往东都洛阳接见各郡的朝级使者。此时，反对隋王朝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，几乎遍及各地。吕雉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当众拦驾，你不想活了吗？陛下，西京长安是大隋的根基，立国之根本呐！臣就是一死，也不能让陛下离开西京。蠢话！西京是根本，东都也是根本。朕的大隋，风行万里，四海九州，凭朕纵马驰骋。吕雉，你老了。老朽了，朕饶恕你不死，赶快闪开吧。陛下虽拥有九州四海，但万里之风却没有以前的强劲了。陛下远征千里，连年征战，杨玄感后方叛乱，危及朝廷，国力大损，百姓劳苦，河南山东又连年天灾，饥民倍增。陛下应先安抚关内，使天下百姓尽力耕田种桑，休养生息。3-5年后，海内凉风民安，陛下再出关巡视，朝廷将无忧患。你说完了吗？只要陛下取消巡视，留在西京，臣的话就说完了。拖下去，关进牢狱。陛下。臣说的都是肺腑之言，臣是为了大隋，为了陛下。你们都回去吧，不然就放箭了。你们真想造反吗？我们不想造反，我们只想要粮食。是啊。是大隋朝的粮仓，不是你们的庄稼地。回去吧。大隋的粮食是我们种的，大隋的粮仓是我们建的。朝廷征进了我们的粮食，寒冬腊月，妻儿老小饥寒交迫，我们只是想要口救命的粮食。大人，你就开恩吧。是啊，大人。快枪！朝廷的粮食，谁也不能动。我们就要一口救命粮，没有皇上的诏命，一粒也不能动。要是真不给，我们可就抢了。抢！好，你敢抢粮食，你就是盗匪。我现在就可以射死你，射！天光照，花叶七枝开。好诗啊，真是好诗啊！好一个灯树千光照，花叶七枝开，真是好诗啊，陛下。我在哪里啊？元宵灯火起自汉朝，陛下登基之前的元宵灯火只是为了祭祀本身，可陛下的元宵灯火就不同了。
自大业六年，元宵之夜便明灯普照，火焰异彩，百计竞技，歌舞升平，年年如此，延续一月有余啊！这是大隋盛世的光明，是陛下与民同乐的乐章啊！因此，也才有了陛下的华彩诗句：“灯树千光照，花艳七枝开呀。”风爱卿的话语就是一首诗啊，一首无韵的赞诗。快开城门，军情紧急。什么军情？盗贼造反，快开城门。你是何人？怎么，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？永丰仓的令狐达，快开门。啊，听出来了，是令狐大人，这就开门。哎，石矶啊，你对朕的诗有何见解啊？陛下，臣以为没有昔日陛下跟随先帝征战南北，降梁灭陈，败北胡，一统四海九州，就没有今日的大隋盛世灯火通明，也没有陛下的诗啊。好，说得好。陛下的功绩远不止如此，开运河，建东都，修驰道，筑长城，都说秦皇汉帝名耀千秋，若论国家之富裕，疆土之辽阔，他们怎么能和陛下相比呢？宇文爱卿总是捡朕最爱听的说。臣说的都是事实，史书可见，后世可证。哎呀，李大人，叹什么气呀？我说的不对吗？宇文大人说的没错，可你我都是大隋的臣子，我们不能只看到大隋的辉煌，而不见国家的危机呀。危机？你指的是什么？盗匪风起，危机朝廷，陛下，万不可再掉以轻心了。几个毛贼就可以危及朕的江山，不要在这里危言耸听了。不是几个，是不是几个？那是多少？几百？几千？还是几万？不是几千，也不是几万，而是几十万呢、啊、你说的几十万是从何而来？宇文爱卿前几天还对朕讲，现在盗匪是越来越少，而且是十之流一。你掐着手指头给朕算一算，手指头不够你用脚趾头算一算，一个郡一个郡的给朕数，数不清楚不要怪朕不给你面子。陛下，帮手抬手就要打我，可能是吓跑了。他这胆子是太大了，他敢打我就没把你放在眼里，吃了豹子胆吗？冲剑！又是你，也来一剑如何？拿下。是。你敢反抗就是死罪。市民不知道何处得罪了这位姑娘。你得罪的不是我，你得罪的是大隋王朝。这位姑娘，你看错人了吧？我的祖辈乃是大隋的开国元勋，你说我得罪了大隋，就不怕你的诬陷招来死罪吗？我有证据。证据在何处？你上面的那只灯笼就是证据。那只是一只灯笼，一只作为箭靶的灯笼。那不是一只灯笼，那是大隋王朝光明万世的象征。市民才疏学浅，看不出一只灯笼有何象征。大隋皇帝拨亮元宵节的灯火，是为了照亮千家万户。你射灭了灯笼，就是射灭大隋的光明。大隋皇帝拨亮元宵节的灯火，为的是与民同乐。我挂灯席社就图个乐子，大隋皇帝看见了也会高兴异常。市民并不知道何罪之有啊。皇帝高兴不高兴我不管，
我不高兴，把他带走。这位姑娘，别开玩笑了，如果你们真要动手，可别怪我李世民手下无情。你敢，你敢动本宫一个手指头，就是死罪。本宫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就是名声赫赫的月容公主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二哥，二哥，快跟我走，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，走。李世民，你给我回来。你别跑啊你。公主，小人回宫多叫些人，封他们李家巡抚去。元帝，你们为何要抓父亲？报信的人没说呀。皇上至高无上，他是天子，想抓谁就抓谁，根本不需要理由。二哥，事不宜迟，咱们赶紧离开洛阳吧。不行，我们一走，父亲怎么办？皇上已经抓了父亲，那会置父亲于死地的。二哥，父亲是皇上抓走的，咱们就是有天大的本事，也救不了父亲。留在洛阳，只能坐以待毙。走吧，二哥，咱们去河东投奔大哥去。河东也未必安全，朝廷把父亲都抓了，还能放过大哥吗？那怎么办呀？要不咱们先回长安躲起来。覆巢之下岂有完卵，躲不是个办法，我们要想个法子把父亲给救出来。哎呀，就我们几个还不到加冠的年龄，能有什么法子呀？有志不在年高，我们一定会想出法子来救出我们的父亲。无忌，你即刻去趟河东通知我大哥，让他一定稳住神，朝廷还没有给父亲定罪，让他千万不要自乱，尤其是他的军队，千万千万。好，我明白，我这就去。关灯就关吧，还要管什么盗匪的事，又管不了。金城，事已至此，埋怨也没有用，还是想个办法渡过这个难关。你回去告诉市民，河东的事让他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办。倒是他和袁琪让我放心不下，让他们千万不要离开刑府，不可轻举妄动，不动父亲还能活，动则必死。那解救你父亲的事怎么办？公子，公子，宇文化及来了。来了多少人？10000多人，都是潼关屈突通的军队。好，来的正好。哎，这干什么？让开！没事，我再来，我再来输。公子，公子，再来喝。别走啊！公子，公子，快来拜见宇文少卿啊！来者何人？我是何人？你还不知道吗？公子，公子，你快起来，快来拜见宇文少卿啊！你说谁？宇文少卿。宇文少卿。真的是宇文少卿啊！来来来，你我兄弟多年未见，咱得喝一杯啊！李建成，你身为河东都督府的将军，不理军务，嗜酒烂醉，你失职。来啊，给宇文少卿倒酒。宇文少卿，建成还年轻，请恕罪。倒酒。身为将领，不分年轻年长，违反军法绝不饶恕。为什么没有人倒酒啊？来人呐，给宇文少卿倒酒。我们那么多年没见了，倒酒。把他拖出去。
让他行刑酒。是。来人呐！得了，干什么？拉我去哪儿喝啊？啊！干什么你们？啊！干什么你们？宇文化及，你不能杀我！宇文少卿，宇文少卿，宇文少卿，我没有罪啊！宇文少卿，宇文少卿，你不要杀我呀！我没有罪啊！宇文少卿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，求你了，求你不要杀我呀！宇文少卿，你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。你不要杀我！带进来。宇文少卿，等等，别！李建成拜见宇文少卿。你可知罪啊？啊！建成无罪啊！你身为将军，玩忽职守，都督府。本是议兵事的地方，却让你闹得乌烟瘴气，你还敢说无罪？哎，少卿啊，闲暇无事，哎，喝几杯酒，就算是花酒，这也算不上有罪吧？啊，河东乃是关中的门户，百里之内就有十数万的盗匪，如果盗匪来袭，你又该如何应对？哎，盗匪？皇上说了，天下没有那么多盗匪，既然没有盗匪，何来偷袭啊？有备无患。你可知这句话是何人所说？少卿啊，这简称不知道。哼，如此愚钝之徒，竟然也能做将军？是是是，简称愚钝，还请少卿见谅。哎，少卿一路辛苦。建成府内有陈年好酒，请少卿享用啊！哼！哎，少卿，宇文少卿，你不要走啊！真的有好酒，真的。少卿为何不杀李建成呢？我不是来杀他的，我是来看他的。少卿此话怎讲？这。不是你该知道的。是。进城。进城。我真担心你过不了宇文化及这一关啊。哈，这不算什么，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。无忌，宇文化及来者不善，我暂时不能离开这里。你速回洛阳，告诉市民。即便是倾家荡产，也要用重金贿赂朝廷权臣，先保住父亲的性命。至于以后的事情，等我回到洛阳，我们再商议。父亲，这李建成是马尾拴豆腐，不值一提。你可不要小看了他，将门出虎子，他可是李渊的长子啊。哼，虎子总跟女人在一起，就会变成犬子。你不要被李建成的假象所迷惑，这个人不简单，从小就很有心计。你派人去告诉屈都通，让他盯着河东，一刻也不能放松。我知道了。哎呀，二哥，咱家能拿出来的都拿出来了，可那些狗官仍是狮子大开口，还嫌不够。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呀？市民，洛阳的亲朋好友能借的都借了。可是依然填不满那些权臣的欲望啊！嗯，狗官，这帮狗官贪赃枉法，大隋的江山迟早要断送在他们手里。二哥，没法子了，咱们走吧。走走走，你就知道走。我们现在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，那你赶紧想办法呀！就知道走来走去的。我不是正在想办法呢吗？我又不是神仙，哪有那么快啊？想不出办法来，父亲就要死，我们就要死。我不陪你等死。你敢走？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来人，来！
公子，什么事？把他给我捆了！啊！你们敢？捆了！捆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李世民，你没本事，你就被他自家兄弟出气！放开我！老师啊，你说皇上会不会杀了李渊呀？皇上的心思一时还猜不透啊。可是街上都有传闻了，说桃李子得天下，所以皇上害怕姓李的人得到天下，密查李姓，这李渊大人也是李姓，会不会？不好说。李渊是皇上的表兄，李大人不是一般的李姓。那老师是不是想帮助李渊大人呀？不是帮助李渊，是我们要揣摩透皇上到底想如何对待李渊。哦，学生明白。世民，你现在着急上火也没有用，得尽快想个办法。市民，我有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你知道永丰仓的令狐达吗？嗯，宇文述的心腹，监督修运河，贪污河银数千万之多，险些被杀，是宇文述救了他。没错，我们去找令狐达借银子。他的银子早就被朝廷没收了呀。他与北湖人做生意，用粮食换马，再卖给各郡县，赚了很多银子。我听说他是在帮宇文化及做生意。不管他帮谁做生意，只要他有银子，我就能借出来。他的银子可不好拿，有重兵把守。我自有办法。无忌，你去让侯君集把四弟放回来，让他在家看着，不管谁来找我，都说我病了不见。好。哎，算了，还是我亲自去吧，刚才有点过分。你去准备一下，我们马上去河东。嗯，好。这件事情太大了，不是当哥的胆小。令狐达的永丰仓有重兵把守，其中还有北湖士兵。前一段有数万盗匪攻打永丰仓，都不能越城池一步。令狐达的生意实际上就是宇文述的生意，一旦事情败露，不但弄不到银子，还会害了父亲，殃及全家呀。哥，你放心吧，我已经打听清楚了，令狐达的马急于脱手，我扮作买马的人，不会有半点差错。你让我再想想，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筹到银子？哥，如果能有别的办法，我怎么会冒这样的危险呢？朝廷那些官宦听说父亲下了大狱，躲都躲不及呢，怎么会把银子借给咱们？我是在想咱们李家其他的亲戚。大哥，远水解不了近渴，父亲如果定了罪，要杀头的可不是父亲一个人，必然祸及李家满门。大哥，好，那就试试吧。不过你要记住，千万不能暴露了身份。我明白，即使不成，我死都不说是李家的人，带着河东的兵。刘将军，在。你去选上200名最可靠的手下，跟着市民。市民的话对你们来讲就是圣旨，不能有半点马虎。嗯。这200士兵，就不要让他们再回河东了。生是市民的人，死是市民的鬼。明白吗？明白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从哪儿来的？我们是山东齐郡的，
买马的。令狐大人说了，今日不开仓，你们走吧。我们带了很多的银子，晚上有盗贼，快开门吧。你们等着啊。银子带来了吗？带了，我看呢，拉了好多车呢。哦，来了多少人？上百人。这么多人？他们说这一路上有盗贼，是为了护银子。嗯，好，把他们放进来吧。是。大人，这前些日子盗贼刚被消灭，余党未尽，我们不可不防啊。嗯，进来吧。大人呢？我在这儿呢。拜见令狐大人。你是哪儿来的？山东齐郡。给谁买马？齐郡通守张须陀大人。张大人不是刚买过马吗？张须陀大人与卢明月数十万盗匪激战，仗虽然赢了，但是马死了不少，因此还需要很多的马。带信了吗？带了。你的信是假的。俺了。好功夫啊，弓箭手。要杀了我，朝廷会灭你满门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张须陀大人的人。你来永丰仓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说过了，买马的。既然买马，为何不懂得买马的规矩？规矩我懂，可你没给我机会。好，那我给你机会。太贵。我的马是草原的宝马，日行千里，夜行八百，我只能出这个价，不能再涨了。张须陀大人给的银子不够。张须陀的人都是吝啬鬼。好，成交。好，成交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借银子。是盗匪，朝廷不会放过你们的。你错了，这银子就是朝廷借的。朝廷借钱，绝不会这么明目张胆的抢劫。对待你这样的贪官，不用点手段，能出血吗？你们就是拿了银子，也出不了我的永丰仓。将军，把刀放下，后退。将军，永丰仓所有仓门都被我们拿下了，这是上策。令狐大人，让你的人放下弓箭和兵器，打开银库，否则的话，一个也别想活。令狐大，看到这卷账册了吗？
就凭他，宇文父子会灭你九族的，你信吗？好好好，我给银子。乡亲们，这车上的银子已经是大隋皇上的了，不是贪官令狐达的，请大家让开吧。拦截皇上的银车可是死罪啊，乡亲们快让开吧。大人，小民不敢呐，小民是活不下去了，儿子没了，打仗死的，死了好多好多的人呐，没人种地了。大人，小民不敢要皇上的银子，只想要口粮食，只想要口救命的粮食，求求你了，大人。公子，千万不能开仓放粮，这是朝廷的粮仓，没有皇上的诏命是要杀头的。公子，心软做不成大事，我们还是快走吧。大爷，永丰仓的粮食每一粒都是朝廷的，我们无权放粮。将军，我们不要好粮食，粮仓发霉的，掉地上大人不吃的，给我们就行了，秋后我们还给朝廷好粮食。将军开恩吧。开恩吧。令狐达，开仓放粮，这是为了大隋皇上，皇上是不会看着自己的子民衣不遮体，食不果腹的。开仓放粮。仓城开仓分粮的是你们吗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是不是？是。你想干什么？交个朋友。你是谁？做大事的人。做什么大事？夺天下，盗匪。我以前也是大隋的臣子，有世袭的爵位，高官厚禄。你到底是谁？你答应我做朋友，我就告诉你。我是大隋的子民，我不会跟大隋的敌人做朋友。夕阳西下，大厦将倾，大隋就要灭亡了，你如何做他的子民？你胡说！大隋有数万里的疆土，数百万的军队，数千万的子民，数亿万的财富，大隋灭亡，你痴心妄想！年轻人，你只看到了永丰仓城外那些饥寒交迫的穷苦百姓，你没有看到运河两岸，还有那远征路上那数百万的皑皑白骨，他们的父母兄妹奉送了自己的亲人，依然是穷困潦倒，这是为什么？都是因为杨广这个暴君，他自恃富饶，穷兵黩武，视百姓生命为草芥，他滥用民力，用无数的血肉铸就了他穷奢极欲的宫殿，请南山之主恕罪无穷，绝东海之波，留恶难尽。如此国家再富有，又能维持多久？我敢断言，用不了数年，大隋必亡。你到底是何人？你想跟我交朋友吗？不想。
年轻人，你是想不明白，可以再看看，再问问，大隋到底还有多少气数。等你想通了，你再来找我，我要结识一批有识之士，大家伸一把手，让罪恶的大隋早日灭亡。你的口才很好，可你说的这些我没有看到。我还是相信大隋，一个如此强盛的国家是不会灭亡的。兄弟，永丰苍城外你不是看到了吗？滴水见太阳，亏一般可知全报，后会有期。有人吗？快来救命啊！有人吗？快来救命啊！有人吗？大人，大人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！虎儿，快给我解开，快！眼睛，眼睛！此仇不报，我就不叫令狐达。令狐达的银子还真不少啊！嗯，市民，干得漂亮！这些东西赶快运到洛阳去，营救父亲。嗯，哥，我在令狐达的银库里还翻到一箱账册。账册？他们与北湖做的生意，一笔一笔的全记在这上面。哦。市民，这些账册比银子还重要，一定要保管好。嗯，今天就回洛阳去。放银子的地方我已经托人找好了，侯军集致的地方。河东这边我走不开，洛阳就全都靠你了。哥，你放心吧，我就是拼上性命也要把父亲救出来。嗯，市民你要记住，洛阳不比长安，人生地不熟，救父亲不能靠拼命，要靠智谋动脑子。哥，我记住了。嗯，还有，银子不是每个人都喜欢，要投其所好。哥，还有一件事情，我在回河东的路上碰上了一个人，他说了一番话很有道理。他说百姓穷困，财力俱竭，像这样的国家即使再富有也难以维持。他是什么人呢？他说他在大隋做过高官，还有世袭的爵位。李密？他没有说自己的名字。市民呢？李密是杨玄感反叛的主谋，犯的是死罪，朝廷到处在通缉他，这种人你可不能跟他来往啊。我知道。还有，你要记住这件事，不要再跟任何人提起，包括父亲和元吉。我记住了。你这个愚蠢的家伙，我恨不得杀了你。大人息怒，小人一定把银子找回来。你怎么找？你禀报皇上，让他派兵去查盗匪吗？皇上最恨的就是盗匪，啊！还有那么多的银子，哪儿来的？你说得清楚吗？大人，如果他们真的查了出来，我一个人承担。嗯，你承担得起吗？啊！这几百万两银子都是永丰仓的粮食换来的，要是查出来，谁也承担不起。我能承担得起，我就咬定是修运河贪污的银子，上次交给朝廷的只是一小部分，这样朝廷肯定会相信的。那些账册呢？没落在他们手里吧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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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账册绝对没丢。要是账册丢了，我第一个要杀的就是你。小人用性命担保，账册绝对没有丢，都在永丰仓，小人把它藏在了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。大人，那些盗匪还抢走了一些粮食。什么？你有几个脑袋啊？丢了永丰仓的粮食是死罪。大人，丢的不多，只是100多担。一担也不行，没有皇上的诏命，一粒都不能动。我知道，
可是那个领头的，他说他是为了大隋皇帝，他说大隋皇帝不可能看着他的子民这个食不果腹，衣不遮体，就把那些粮食都分给了那些饥民了。那个领头的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是一个年轻的后生，说话不大像盗贼，倒是有点像朝廷的官员。看来他们早就盯上了永丰仓。花朝月夕，你是千年。